往生的条件很简单，只有两个条件，信愿啊，信是对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没有丝毫怀疑，真相信，完全接受，这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。所以欧耶大师在要解只讲四个字，往生条件，信愿持名四个字，你做到了，你这一生决定得生啊，这叫什么？有缘众生对他有怀疑，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没有缘啊，没有缘很难遇到，遇到了他也不相信啊，有缘的人遇到了要坚定心愿，绝不能动摇，一生就成佛去了啊！啊，有缘人好像很多，现在修净土的人不少啊！啊，但是往生的人不多，这什么原因？他是不能说他不信，信里头的疑没有断。这是一个原因，他不能往生。第二个呢，他的业障，他对于这个世界还有留念，不能完全放下，念佛不能往生，不外乎这两个原因呢，其他的没有啊，就这两个原因啊。那么我们就知道，跟弥陀有缘的人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功夫没有间断，这就是跟阿弥陀佛缘这个条件呢完全具足了啊。所以前面讲一念尽心啊，现在给我们说智心回向愿生彼国啊，这个智心就是真心，真诚到基础。啊，这是愿生。你看，心、愿、行，具足了，条件具足了。